嗨，爱姐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年64岁，我从事美容的行业，今天要跟分享爱姐的产品，因为我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发病，第一个我从喉咙开始没有声音，哑掉了，喝水都呛到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我开始背痛，我。背痛到我没有办法半夜要下床，上厕所下不了床，非常的疼痛，所以我就开始去看医生，吃止痛药，打止痛针，大概搞了一个月吧，也没有好转，所以就到内湖的三军总医院去看诊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有多严重，因为真正报应报告出来，我的胸腔整个淋巴气结、淋巴肿瘤非常的严重，所谓的已经得癌末了吧，所以我当下就要我去做治疗、做化疗，要做6次，那总共要花半年的时间。当然，这当中我自己都有在做核保健。在3月份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林建晓老师的推荐，因为他的先生也是身体不好，那这些问题也是让他很困扰，但是他后来也是朋友引荐，喝了这个所谓的鹤藻糖胶呢，也是让他很快速的出院，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来推荐我喝这样的一个产品，然后呢我就开始喝鹤藻糖胶，我每天早上呢就这三个产品，每天早上喝一包鹤藻糖胶，早中晚各喝3包，总共一天喝9包，这样持续喝，从3月15号开始喝，喝到我6月28号我去做正式造影的报告出来之后，才知道我已经好到80-90%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能够好得这么的快速，我相信爱姐的产品它真的够好，才有救活到我的命，可以让我现在大家看到我的气色还是挺不错的，所以我在此要感恩各位爱姐的朋友，感恩毛老师你们对我的爱，谢谢你们。กดติดตามและกดกระดิ่งเลยค่ะ Please subscribe to see new video